春归袂了，所以才出去真正袂见笑的代志。咱看不时，即摆不时四季空气的故事，海陆空的故事。啊，伊拉在开会，这个是世界级的笑话来，世界级的，全世界无论跑来谁，阿在唱个笑话。咱看到人的国防是较好，咱不看到平安，咱输人无输地。哦，看到苏联有潜水艇，看到美国潜水艇，看日本潜水艇，中国不潜水艇，咱不会安排去订两只，一几千万去买两只，甲法国订，特别订做全世界两只，苏联不无，美国不无，中国不无，日本不无，咱马来西亚无，法国家己不无啊，法国特别甲咱做诶，两只买来咧是卫兵诶，诶土诶。洪水艇，全世界两只，这个是全世界世界级的秀诶，马来西亚、马来西亚国内在做一出。海陆空诶，空诶是啥物？你看新加坡，咱看到新加坡咱规身好，伊个飞机，一飞机飞机丢到一个人出边，咱看到袂难啊。顶摆咱戆戆啊，上海啊，伊个飞机起变成马来西亚领空。咱看了袂当的，伊会飞机安尼款，咱怎样回归起来喊？从美该回归起战斗机来喊，所以那么厉害，咱用几千万块战斗机来保护国家、保卫国土，咱不用几千万，买战斗机，咱比人厉害，咱买了喊喊对吗？所以咱买了战斗机，眼睛才会上的。白条好了，新加坡看到咱的战斗机，伊会拍枪准，伊唔知影，伊无认真了。世界级的笑话，那是海也重要咯，空也重要咯，路上的，即摆你看中国放兵部署，哇，咱差都袂难害。中国做核子都厉害，高铁，人家子弹火车高来，伊甲德国叫买。甲德国家有干预，结果伊做了比德国家都高。做了中国，你看对杭州、去北京、对杭州，还去杭州跟去武汉，啊，还浙江去武汉，对广州去武汉，全部什么去？本来十年，中国是全世界做核子咯，子弹火车第一排，人伊个核子头一条线走落去。第一季做试验，会再找奖金，找460kg奖金，奖飞机安尼去，460kg，那个飞机对卡拉波准备呢，差不多400斤，陪我陪球照呢，找400，一 testing 才找到400来，那看了不会难，中国会再回头想找，那嘛到位，那来就输了。所以咱不会，为什么人家不清白？咱不会很想逃，咱不会想跟开的。人家无多看的为毛会想跟开的？会想跟开都不要紧，结果呢，为什么呢？那你很想逃走哪去？咱想跟开的，一条线走过10kg，了不清白。为什么想逃？人家走400kg，咱走过10kg。想来想去想袂通，按照有安尼空腔的中央政府，按照有空腔，按照是空腔，了几千万块钱几十几路，我该想想办法，该想全世界第一好的理由，我都想到一个理由呀，一个可能性呀，不无包的可能性呀，因为咱马来西亚马大汉厉害，所以咱华核心的人不惊，华太紧，看到你就 speed track 就上来了。就是走回走八十几路靠云台了，阿婆都无办个理由了，阿婆都是在火车路回来，走得紧，会走出来。所以咱马来西亚做好各地人的菩萨行，如意双和菩萨行，那怪你，赶紧，因为转型计划做出去，爱那这个那个格兰坡啤酒是大佬，
那卖些就是一百来作品，你的双子塔到今日，搁未听我 ，office 无闲我，做来做啥物？我是准备做来学苏公面跳楼啊！你看，一百楼，爱闲几人一起去？我连搁陪伊到闲了，搁陪伊到较衰，搁爱做。咱的国会马来西亚的国会开会所在，甲英国的国会差不多比比就相当 size。我捌去英国去看，咱的马来西亚可能比伊英国比伊大淡薄。咱的英国的国会，的国会用了900多年，爱到是千年了，国无无爱做事，人是200多个国会议员，咱马来西亚。47年，今年48年，为咱喊了一个一条油啊！这48年呀、啊，你讲股票还大呀？你所在地方，人做200多个，咱做220多个，你想看会？应该是爱国会议员，一个一个先看水库的大声。啊，我无可能爱国会做袂落，人会使做200个，咱做220多个袂使。爱开几堆，爱开8亿，爱开8亿，你看干嘛的？咱的国家新的皇宫，旧的回家了没有？做新的，爱开到这边，爱开10亿，前三年开咱里面的堆，对咱无好处无，咱没好处，咱这叫什么？咱这个大行企业，你看油啊，咱第一的企业，企业到未来。有一支箭过后，送来起箭咯，连这个人工兵都起箭了。水电啊，电水咱控制了，啊，咱刷球先控制了，水袂使起，电咱控制袂着。DMB 是中央管 ，DMB 咱都来起，因为顶摆咱用电是政府管，但是其他袂晓管，全部私营化，全部私营化。那么现在中国是因为一年政府不要管，不要管无人管，无人管，人爱贪钱，结果咱就爱互你乱派。顶摆咱个电是咩人管 ？LLM 管，会记袂？啊，咱年纪遐大人买，20几个起个什么才叫 LLM？LLM 是啥物？冷板来，慢慢起个，但是要今年个牛逼。所以咱袂使讲无淡定，咱就政府虽然无经验，咱做了比人好，3年比人多10年。咱就政府有一项无经验，不无爱有这经验，都是社会经验咱无，所以袂晓社会。可做了，咱做了真正动，做了政府，可着做宴会来对类。这个是咱无论还是咱这样连做了。那是水灵武汤汤头，咱就去做一回啦，做一工好，免得大家变到卖票卖到单中间来，见面见到巴山去。因为咱不是破脸人，咱虽然是真正党，但是咱无用政府的钱来做党的代志，咱都是坚持，咱党是党的代志，咱党无钱，家里人见面由人民来支持，咱是党。阿尼，咱这个动再会连接，咱做代表做一个廉洁公正的政府，所以这个是真正重要。但是大家求政府做了好无够，因为这阵真正无公平，咱交的钱，咱刷手里面，咱交给中央的钱，所得者，咱其他的者，咱交去。中央政府很多的无奈，无够能发现。我告诉你，发现咱花一箍，伊给咱两张，应该伊给咱个爱给咱做，应该给咱上少本来20%，那是无30%、20%，咱还在做出个代志了。但是中央政府变，乱乱加加，乱乱开，所以咱袂使花一箍发生了。唯一的方法会使阻止伊，唯一的方法会使让咱马来西亚有希望的，会使让咱里面的人好好管理的。都是咱来换政府，所以咱下一摆大选，咱刷手唔通换，你知无？刷手可是爱名言，咱中央特别来换。咱刷手爱二岁，刷手你看，咱做了这个旧政府，
伊中央政府确实爱为难咱，连委员周秘书本来为难咱，是个咱爱管，爱规来管住，咱个宪法讲有真多，更是无公平的，咱爱管，咱爱来改善，咱中央爱改，联邦宪法无需要改，咱只有不需要改，所以希望大家下一届，予咱做中央政府，咱州政府不止爱继续支持民间做州政府，咱都爱。要求人民予咱三分之二的多数票，因为咱来好好地检讨咱的宪法，予人民有更加大的权力。希望大家支持，安尼款咱做起来。所以希望大家拍放松了解，都爱甲咱斗，甲咱斗阵，斗拍拼。希望阿明无来听，阿明无这机会来听，大家将我的信息传出去。那我们到处发表，下一届，让明年那双休不止爱做节目。